那接下来就进入深信业果的部分，还是会跟大家讲这个业果公案哈。那业果公案，我从这个三次之前呢，就前面三次我讲的都是那个佛陀降服阿波罗利龙王好的那个公案啊，因为那个有一连串很多很精彩的内涵哈，我就一直讲啊，讲到今天是第四集哈。好，那我把第四集的内容也跟大家说一下啊。然后我当时我上次有说到，就是说这个摩羯国王阿瑟四王邀请佛陀来这个救护他们国家瘟疫流行的状况，佛陀答应之后呢，那些瘟疫鬼就跑到这个毗舍离国，毗舍离国王也来请佛陀，又答应去毗舍离国。好，结果佛陀去毗舍离国，毗舍离国的瘟疫就解除了，那瘟疫鬼又跑回摩羯国，跑回第一个国家这样。那佛陀又跑回第一个国家，那瘟疫鬼又跑回第二个国家，佛陀到第二个国家，瘟疫鬼又跑第一个国家，佛陀在这两个国家，在毗舍离国跟摩羯国两个国家之间呢，来回了七遍，来回了七遍。最后佛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佛陀其实那个时候是站在两个国家的边界，然后说，佛陀很殷重的说，我从无量无边劫以来，我所做的一切功德呢，好，我都是发了一个很重的誓愿。什么誓愿？就是我用我这样子的行持呢，我希望能够除去一切众生的身与意的病苦。佛陀说，我无量无劫以来，我所做的功德，我都是发这样的誓愿。所以佛陀就开始讲他过去生的经历。我以前做狮皮王的时候呢，我为了救一个鸽子不要被猎人杀死呢，我把我整个身上的肉都割下来，当时我就发愿，我要用这样子的善行能除去一切众生的危难。我又有一生做摩诃萨多太子的时候呢，我为了挽救那些饥饿的老虎，我把我自己的身体布施给老虎吃这样。我做舍尸王的时候呢，我用我自己身上的肉供养病人12年。我做阿弥陀迦梁王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自己也得了瘟疫，剩的最后一份药本来要吃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一位毕支佛来，他也得了同样的病，毕支佛就是我们讲的独觉哈。那他来跟我祈求，希望我能够给他这个药。那当时我虽然身为国王，我就把我的药布施给毕支佛，就不顾我自己也是得了瘟疫的这样的病苦，我把我的药布施给毕支佛。当时我就发愿，我希望我用这样的善行让一切众生的一切病都能够除去这样。我做修陀素弥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一位很可怕的恶王，好，他囚禁了100位国王，这个准备要把他们杀死。我做修陀素弥王的时候呢，我让这个恶国王，我引导他进入正见，让他发了12年的这个恶毒的誓愿都消除掉。我做须大拿太子的时候呢，我把我自己的两个儿子跟我的太太都布施出去。我做摩修沙陀太子的时候呢，我用我的医术开药让众生的病都能够痊愈，而且我还进入大海取得摩尼宝珠去除众生的贫困。我做摩诃婆利王的时候呢，我24天用我自己身上的肉去提供给病人救护他们。我做参提婆罗门仙人的时候呢，我面对人家把我的手脚都割掉，我不起任何嗔恚，我修忍辱。我做迦斯王的时候呢，我的人民碰到瘟疫的时候，我受八关斋戒，我起了大慈悲心，受八关斋戒，然后让我人民的病苦都能够消除。我在毗婆佛的时代呢，我是一个这个经咒师，持咒的持咒师。好，那当时人民也是瘟疫流行，我用我身上的肉不但治人民的病呢，我还给瘟疫鬼吃，让人民都可以离开这些瘟疫的危害。我做梵天王的时候呢，我为了求得一个法，我为了求得一个法，求得一个寄送四句偈呢，我把我身上的皮剥下来用来抄写这个经典。我做毗卢伽梨王的时候呢，好，我为了求一个寄，在我身上钉了1000个钉子。好，我做优多离仙人的时候呢，我为了求一个寄，我把我身上的皮剥下来做纸，我把我的骨头折下来做笔，好，我再用我的血做墨去抄写这一个寄送。我做拔迷王的时候呢，发现国中的人民都得到了很可怕的这个疮病，身上会有脓疮啊，而且很痛苦。我发现了原来是一棵毒树的树叶堕到水里，那个人民喝了那个水会中毒哈。
我就把这个毒树连根拔除，而且把它烧掉。好，那可是还是人民当中只有一半的人这个病得到痊愈，还有一半的人病没有好，就问医生说为什么这些众生的病没办法好。那医生答说这种病很特别，要吃到鱼肉才能好，要吃到鱼肉才能好。可是那时候人民很多又没有什么鱼，所以这个国王就自己跑到水边的树上回向说呢，我愿意用我的身体去去除众生的病，那我希望用这个功德让我能够成佛，能够普遍的除去一切众生所有的生与意的病苦。如果我的誓愿是真诚的，那希望有众生吃到我的肉的话，病都可以除愈。所以就那个国王就从树上跳到水里，好，就化成了鱼。然后这个大鱼就来到岸边，自己发出人的声音说，有病的来吃我的肉，你的病就可以好。所以剩下那一半，全国剩下一半病没有好的人民吃了他的肉之后呢，也都好了。所以佛陀这个时候说，我在无量无边劫以来我所做的一切，我的誓愿都得到了成办，所以呢，我要用我无量无边劫以来的这样子的功德，还有我的地时之语呢，我要由此除去一切众生的灾祸。那个时候呢，佛陀自己化身成为两个头，一个头看左边的这个国家，一个头看右边的这个国家。那这个时候瘟疫鬼就没有地方去，只好跑到大海。好，所以两个国家的人民的病好都得到了消除。好，而且呢同时呢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民也非常的富足。好，所以佛陀那个时候用教法好教化了这两个国家的这个众生，好，都能够让他们安立在佛法之中，一切人民都能够皆大欢喜。好，所以所有的比丘看到佛陀这个功德都赞叹说，释迦牟尼如来您真的是有无量的功德，太奇特，太殊异，太不可思议了，这样。然后佛陀就跟这些比丘讲，我不但今天除去了这些众生的病苦，还有这个饥渴的痛苦，过去生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然后佛陀就讲了一个过去生的因缘，这个过去生的因缘我们下次再说。好，这是第四集。好，那这是今天这个身心业果的公案，跟大家分享的部分。